我是陈荷花，这是我的弟弟陈荷叶。在我睡觉觉的时候，弟弟会守护在我的身边。亲亲我的姐姐。在我飞下宫里的时候，姐姐，你还好吗？弟弟会第一时间安慰我。姐姐，你痛痛吗？不哭哭哦。弟弟会在我困困的时候抱着我的头，陪在我的身边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姐姐。在我闹叫叫的时候，会把自己变身为大哥哥，耐心哄我，轻轻摇摇我。别闹了，姐姐。会在开心的时候突然亲我一口。我真的好爱我的弟弟陈荷叶，他是一个小暖男，正是我的守护神，是成功妈妈给我的最好的弟弟，是我最珍贵的宝物。欣赏一下我们有爱的合照吧。谢谢亲妈妈为我们记录下这么多有爱的瞬间，陪我们走过快餐您的美好时光。唯一的唯一，爱你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我全世界最爱的弟弟，让我来保护你吧。